困，感情无单纯，上惊朋友少借问。天袂光，思念无温存，上惊乎阮无温度的嘴唇。原来阮嘛有袂堪一的时阵，感情春风轻轻吹，煞使袂稳，怎样爬啊爬，爬出泪凉粉，洗啊洗，洗出解解恨。刚刚恁两个无听过《银山鬼调》，传说吉米银山者，九死一生，活的吉米死会讲出来。我是惊恁两个人犯险，啊，无安尼啦，我拄好要吉米银山，我会替恁两个人带路。秀桃啊，这道长哦，讲了是有理啦，而且看起来嘛无亲像歹人，无安尼啦，咱就听伊的。规矩哦，加些人，加些照顾。嗯，那呢就麻烦这位道长。入去阴山了，爱记哩，听到任何的声音，千万唔通回头。好。这个银山哦，那才恐怖啦！我俩刚刚是当是讲生笑的，想要搞是真的哦。是啊。这里。是的啦，我不是条狗的。不要紧啦，我知影你不是条狗的。我果然无看唔到，这个善良的少年人。会当予我好好啊利用一下。行啦，我的心脏哪会跳这紧啊？放我出去！赛琳，家是什么所在？你的人赛琳，千万唔通回头，这是阴山鬼号。哎呀，救我！你对我一下！哎，你要创啥啦？你无听到拄只道长讲，袂用回头，安若无，你死伫个阴山鬼条呢？我就痛苦。对我，小弟，你千万唔通回头，安若无，你就无性命，你永远就看袂到你的小妹啊！赶紧继续行，行啦！救我！这就是阴山鬼调，伊看起来阁遐尔啊少年，厝内底人应该真着急要找伊。少年，咱着做寡善事，把伊的尸体送倒去伊的故乡，以托伊安。你感觉安怎？啊，好，无问题。早就提醒这两个囡仔，看起来，伊也是决定要报仇。天道已经开始运行了，天地循环总有报，应该行的总是爱行，想嘛走袂去。还唔少甲少爷招上吗？是啊是啊，那是啊，是啊，可怜啊，可怜啊，可怜啊，
正做凊彩的，没错。对啦。想不到的竟然是周家少爷周英德。准定来了。目睭袂翻落，拄死袂超过一天。手的伤痕看起来应该是叫宝石给伤着，身体也无任何外伤。哦，哪只臭啊？这是啥物件啊？这是阴山鬼调所做。哈？阴德啦！阴德啦！酒家李夫人会拄你问吗？这靠家呢，袂输敢死个一家后生嘞。啊，刚讲是恁硬个，啊，你想好未啊？突然发生这款代志，就咧伤心啊！你今个在要讲个有诶无诶？唔惊以后欠挂税钱哦。对啊，是人甲阮后生送转来。哦，是这三位外地来个啦。伊讲吼，因伫阴山看到少爷尸体，将人带转来。阴山？哎，周老爷。周少爷是毋是有啥物冤仇啦？啊，若无，因奈家己一人不来不及，走去阴山内底啊！哎呦，到阮英定哦，有够故意的啦！啊嘛无甲人计啥物冤仇，伊干那甲我讲，伊昨要出去行行的，我明仔知影会发生这款死劫啦！阮英定啊吼，伊这么无胆，伊哪有可能一个人去？阮英定袂无代步机走去阴山，一定是有人挑拨要带去的。是恁害死我的宝贝后生的爹啊！水月，水月，我终于找到你啊！你是谁？凭什么对我起卡动手啊？水月，我是你阿兄，你袂记得是？我知影，你是不是搁在咧生气？阿兄跟你回事咧，你搞等伊好无？你原谅我好无？哎，我根本就唔捌你，卖伫遐暴露良心食！水月，水月，想袂到红娘的身体身也有情人。我哪会这么无细腻？船长，现在是找凶手较重要，还是人身正较要紧啊？无啊，你这是在创啥？酒家现在在办丧事，你是认什么亲戚？真正是乱来，将人赶走。那个，是。志远，你给我放开！志远，放手！志远，放手！你放手啦！志远，看起来已经不是姚文的小妹啊，若是再坚持下去，代志无法度收煞。人若真正是阮台，我何必把尸体带转来？是啊。好啦，将咱放开。真正是连天嘛咧做我，想袂到这个臭小子认亲的对象，竟然是周家的夫人。船长，拄只周家少爷嘴一直念，是毋是周家得失着阴山，还是摕阴山啥物物件？你是爱乱讲啥？阮周家是清清白白的大户人家，哪有可能摕阴山的啥物物件？对啦，道长，那这点阮所有村民拢安做证。周家伫阮遮哦，造桥铺路，造过神山哦，十几种他都算袂了啊！而且哦，周家无欠钱啊，哪有可能去阴山摕啥物物件？因是毋是有摕啥物物件，我是毋知影啦。若是有摕，就爱赶紧行转去；啊，若无，阴山邪祟会继续来讨命。周老爷，我看吼，迄周少爷大体吼，只拍你头嘛是无好啦。你看要先派人吼，将少爷大体带转去无？啊，有啥物代志吼，咱换只所在再去讲啦。红娘，你先把咱囡仔送转去。小等。周老爷，
即马酒驾的确着银山是大代志，大家拢有权利知影实情啊！大家拢对无？对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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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既然要去，大家做伙来去。拄则看到水月哦，敢那无熟悉我，加眼神甲较早嘛无同款。伊是我的小妹呢，我哪可能认不着人啦、啊？看拄则的情形，姚文小妹的身躯应该是去让人夺走，想袂到周老爷竟然这么定着下手。我即马是不是应该甲代志甲姚文讲？要唔过伊敢有法度接受因小妹已经死啊？唔对呢，秀桃，你讲小妹被人抓去是毋？是啊，是讲伊被酒家抓去做阿姐夫人，啊，不过看到伊甲酒家的人这么亲，酒家少爷死的时阵，伊阁哭甲这么凄惨，啊，这到底什么情形啊？就这样的啦。是的啦，我唔是超过伊的。你先卖着急啦，咱即马只会当豆豆啊查，啊，无你看恁小妹有啥物苦衷嘛，不一定啊。对啦，你讲你小弟群众阮小妹无去，那安尼找到恁小弟，就让知影真相啊。嗯，我足想要知影，这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？我弟卡跟恁小妹有关系。你即马甲找一个替身，那不容易啊！万一你死了想过冤枉，可恶的人类啊，害我家破人亡也阁无够，连我的宝贝后生嘛要害死，我一定要报仇，我一定要报仇！阿爸，我感觉奇怪的是，阴山鬼条是咱刁国义放出的假消息，世间根本就无这回事。应该是有人要用阴德的事件，谁人出来？阴德的身躯顶确实有鬼气。我原本嘛料准是迄两个外地人所做的，啊，不过因只是犯人，应该无迄个材料会当将阴德害死。即马即瞬间放手，娘！你是创啥？你是要甲我杀死？歹势啦，袂记甲你讲一声啦。红娘啊，咱已经到阴山啦，咱今后就是吊伫个这丛树啊，咱来找看卖有啥物线索。下。原来是你哦，老高，二十年无看啊，你哪常常出现？恁一家四口，阁唔肯放下一切，跟我回去吗？恁卖就是讲，恁将乎你残骸分别关起来，乎因无法度上高出城，下高地府，恁的恶行甲秘密就袂传出去。哼，传出去阁安怎？敢讲你即卖就要甲我收偏心？你唔通袂记，你的千年灵石竹伫我的手头，你即马甲废物无啥物差别啦。已经二十年了，恁敢知影？天道已经开始运行，命运的转轮嘛开启。如果恁即马知影后悔，无一定够去。天道，天道，这该死的天道！敢讲阮死去的人？
就是应该是。你声声碎碎讲天道，既然是安尼，你就好好去修你的道啦。当初我爱一家人守护阴山，我交代恁绝对袂用踏出阴山一卡步。想袂到恁游玩是偷偷走出，才会造成今仔日无多挽回遗憾。当初阮去予领队无情的杀害，讲啥物杀死阮做中药用的救人，是安怎人做的就是对，阮就是无。既然也是安尼，阮甘愿变作无，来换阮的安宁。天神，无需要甲伊讲遐尔侪废话，咱来走。天道运行，无人可改。即马因一家人。若是肯放下一切，无一定阁有机会当弥补。那若无，阁来就是终身遗憾啊！师道，前几天啊，遮风真好啊，你着食休困。我去边仔摕一个，好吧？多谢你。是的啦，我唔是挑故意的。想袂到伊这么体贴，啊，到迄当阵嘛是。歹势啦，我先去方便一下，你先困啦。阿姊，阿耀文刚发生啥计划啊？无啦，要唔讲哦，即几天甲伊做伙，我发现伊是一个好人呢。咱是毋是会当甲伊直接坦白做合作啊？即件代志愈少人知影愈好，但是伤过侪人知影的话，迄事到别间是要怎办？而且酒驾无遮尔好对付，万一互伊知影计划，咱三个绝对会出代志。要唔过耀文是一个好人呢，安尼利用伊到底是对还是唔对啊？各位乡亲，这位是我的小妹水婉，大家若是有看到伊哦，请马上跟我讲，我一定好好甲大家报答。好啊，拜托啦，拜托啦。中义，你之前不是一直讲找无机会，甲理由入去酒家调查，即马机会来。阿姊，你是想要利用伊要去酒家找小妹借口去调查咱爸母的死吗？无唔对，咱一家火爱冤仇，我一定要讨回来。中义，你听我讲。即马阿姊哦，甲姚文要去里头装调查，一路上哦，你着暗中保护阮，安尼未来发生啥物意外，咱至少会当保一个人。留落来的人，不管是你也是我，拢一定要好好活落去，莫阁想要去报仇。阿哥阿姊，我拄仔已经破处哦，看你看伊姚文迄小囝，一看我目睭哦要认出来呢。爱你管，规定哦，代志拢讲了啊，我要回去啦，卡免伊发现我无伫。啊，阁有啦！我怀疑红姨这个人吼有问题。我伫阴山咧观众恁的时阵，我就看到红姨哦，骑纸人对朱孝的尸体偷偷的做法。伊要创啥？敢讲伊要伤害阿姐啊？道法无极，抓人就体。去！什么？所以朱少爷迄个代志是伊做的？啊，阁有，伫村长引导的时阵，伊看起来是无意无意，也毋过伊讲的话吼，一直咧针对酒驾。我怀疑你到药房发现朱少爷尸体是故意安排，所以这个红姨是敌人也是朋友，敢毋当合作？该好好观察者。
即马上重要的是，爱好好查清楚，伊到酒家有啥物恩怨。辉弟哦，你一个人爱较细腻，知影无？嗯。我先来走。嗯，好。相传高雄林园区有一间专门拜周子的庙，因为周子有抽钱的含义，所以听讲当时是想要靠签牌发财的人替周子升起的庙。这间庙的来源吼有介侪说法啦，吼啊有一个说法就是讲，较早吼大家乐吼，大家底下咧供面牌，啊作者贵妇啦共同起一间后生祠，伫这个下面遐咧供面牌。啊，过来，大家都现在风靡退烧啊，吼，都啊读点那个歌，水泥叶子要来开采石灰岩，就是认为讲，啊，这定点那个开采的所在，吼，就重建哦，在这个地方。我相传当时开采时，挖到一粒参像周子的大石头，安怎嘛挖未开，最后是命尴尬，只是要起庙了后，才顺利挖起来，嘛才有这间罕见的周子庙。就是爱情的心碎，男人泪，男人泪，我已经有你，我要求什么？真正苦中的泪滴，心已滴，心已滴，我为你喘气，无人通阻止。珍贵，心爱的，心爱的，我爱。